哎，我也好想进去哦。去一下吗？刚刚的王者鸡胸肉。哎，没反应，什么？还是继续舔冰块？什么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特边。大家好，我是方边。在台湾，对于 Pumpkin 这毛这么多的狗来说是非常热的。最近 Pumpkin 呢，每天都是出来散步，没几下就很热。示范一下 Pumpkin 的表情。然后，因为我们看到网络上很多国外有养狗的人都会准备一个游泳池，让他们的狗在里面去玩耍。我们有那么高成本吗？当然一定要喽，毕竟我们是网美耶。游泳池里面然后放很多冰块这样子。对啊，哎、欸，网美都会到漂亮游泳池拍照，我们 Pumpkin 当然也要啊。他很兴奋的感觉。我们不是准备一般的哦。我们这是精心挑选的，对，真的，还有头，什么遮阳的，就是如果太热就稍微进去，真的，胖胖你会晒黑啦，先放上，让那个胖胖统一的结束。Hello， 你好，你不理我。我们准备了很多冰块，哇，哇塞，这是海产店的等级吧？如何？哎，太爽了吧，好舒服的感觉啊。好啦，我们有请我们的王美狗狗出来啦！也舔了一下哦、喔，哎、欸，它很开心哎、欸，啊，今天哎呦哎呦哎呦，好爽哦、喔！天哪，胖爷，可是它是不是很胖啊？这是什么？好像不对，为什么那么大只？他舒服到整个趴下去下面睡了，他就一直当雪花冰在吃，还在帮他淋芒果酱之类的。哎，老板娘可以帮我加下珍珠吗？好舒服，那我也好想进去哦、喔，进去一下吗？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它原来可以那么冰哎、欸。Pumpkin 的小知识时间：萨摩野犬来自西伯利亚的雪橇犬，可以承受华氏-30°C到-60°C的低温，所以不用担心 Pumpkin 会觉得冰块太冰哦。我们现在来试看看，用食物诱惑它，它究竟会不会出来？刚刚的王者鸡胸肉，没反应，还是继续舔冰块？什么？冰块竟然赢了？好了，那我们就把食物放在这边，让王美享受喽。好了，这样放下去，像是这一锅一样，没有办法。今天是一支放松的影片，家里有养狗的，记得偶尔要带他们出来放松一下哦。如果之后想看 Pumpkin 在拍什么题材的话，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。然后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哎，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哎，小姐结束了，小姐结束了。你要玩到什么时候？小姐，小姐，跑走，跑走，跑走，跑出来，跑出来。Pumpkin， 我要出去。我跟范范还想下班哦。对啊，你不要帮我们加时速好不好？哎，不会加时速，这个时候还需要主人出马吧？Pumpkin， 你最乖对不对？我们不要舔哦，我们去吃好吃的，好吗？出来，出来，一个出来哦！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哦哦，有吗？出来，看到没有？Pumpkin 开不开心？Pumpkin出来喽！哎，真的很爽哎。